这是白天拍的，飞机在桥上滑，然后汽车在桥下飙车。那我们看一下晚上天黑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吧。好，现在可以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，飞机马上就要滑过来，声音好大呀。这是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边机场高速边上，下面是机场高速，上面是机场的滑行道。这架飞机由西往东滑过来，由西往东滑的话，距离我现在站的位置就比较近，它是靠右行驶的。好，现在大家看到这架飞机是由东往西滑过去的，那它这个滑行道距离我现在这个位置就比较远。它这个飞机滑行道和我们这个机场高速的马路一样的，就是它是双向的，它也是靠右行驶的，所以说就不存在同一条路上迎面相撞的危险。右飞机要滑过来了，由西往东滑过来的，这就是我们前面，就是北边可以看到航站楼，晚上看不太清楚，白天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的航站楼。这架飞机是由东往西滑过去，离我们比较远。